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是初期大乘佛教。那大乘佛教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可以用菩萨道的三心来包括：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那这三心实践在菩萨行当中，菩萨行的典范代表就是释迦牟尼佛。我们缅怀佛陀的伟大，他的伟大呢，就是他的菩萨行，所以我们也发愿如佛陀一样利益一切的众生。释迦牟尼佛能成佛，就是因为他的菩萨行。这一个菩萨行就是大乘佛法的核心。那释迦牟尼佛的菩萨行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菩萨的特质。菩萨呢，有五大特质：慈、悲、智、愿、行。大慈弥勒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智文殊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大行普贤菩萨。释迦牟尼佛的菩萨行呢，他就是综合了这五大菩萨的内容的圆满而成就佛道。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初期大乘佛教的大乘释迦牟尼佛呢，就是我们最好的典范代表。那我们缅怀佛陀的伟大，我们也希望见贤思齐，有为者亦若是。所以大乘佛典的兴起跟缅怀伟大的佛陀有关。那接下来我们就说明对佛永恒的缅怀跟怀念呢，可以在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是在事相上面，佛陀是伟大的，所以在事相上面呢，发展为对佛的遗体、遗物、遗迹的崇敬。因为我们当缅怀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人相关的他的人事物呢，那我们会去关注比如说佛的舍利他的遗体有舍利，那舍利我们就造什么呢？舍利塔。那佛不在以后呢，我们就塑像、塑佛像。佛不在以后呢，我们就念佛。所以初期大乘呢，念佛、见佛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对佛的永恒怀念，在事项上发展为对佛遗体、遗物、遗迹的崇敬。其实包括我们现在也一样，佛的遗迹八大圣地、我们会想要去怎么样呢？想要去朝圣。为什么想要去朝圣？就是缅怀佛陀的伟大。佛陀的伟大呢，它表现在哪里呢？三德二利，智德、断德、恩德，自利利他的圆满。所以在事项上呢，有这样的崇敬，比如像造舍利塔等等种种的供养。那其实呢，这个造舍利塔，这个在我们部派佛教的时候也有提到嘛，供养佛塔有大功德，也有说没有大功德，这个二说。
好，第二个呢，在意识上面，在我们的心识当中呢，我们会去思维，在佛的过去生当中的大行，比如说他的本身、本身故事，过去生当中呢，释迦牟尼佛有很多的菩萨行，啊，去利益众生，还有譬喻，还有出世成佛说法的因缘。那这个呢，譬喻本身因缘，这个前面在我们讲到九分教、十二分教里面呢，也有提到了。那在过去佛的本身当中，佛呢，他乃至于在三恶道当中，鹿王、象王等等，去利益众生的种种菩萨行，我们会去缅怀。那从这个缅怀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子看：从部派佛教到初期大圣佛事的时候，佛涅槃以后进入到部派佛教，然后再进而进入初期大圣他的情况。那我们看佛刚才提到有无量的功德，稀有的佛功德，还有慈悲的菩萨大行呢，这个在部派佛教呢是共传共信，也就是佛的慈悲跟智慧呢，在部派佛教呢，这是一个共说。那但是这些传说呢，它跟现实人间的佛陀呢有些不协调，比如说佛身。佛也会生病，佛也会灭去。那因为我们缅怀佛陀，就产生了理想的佛陀观，所以因此引出了理想的佛陀观。这个理想的 佛陀观呢，我们会去思维，现在十方有佛。那我们说现在有释迦牟尼佛，在阿含经里面也有讲到过去七佛，那表示呢，不是只有在我们这个世界有佛，其他世界有佛，其他世界有佛，其他世界有净土，所以现在十方有净土，十方有佛，还有什么呢？菩萨愿生恶趣的说法。那这一些理想的佛陀观呢，它出自于哪里呢？大众部跟分别说部，然后呢，这样的思想已经快要接近了，大圣的边缘。从怀念佛而来的十方佛、十方净土，还有这些菩萨大行呢，从譬喻本身因缘这些而来，充满了什么呢？信仰，还有理想的特性。那它成为引申大圣法门不可缺的一个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大圣的修行者他的三种根性。那大圣呢，修大圣的人他基本上有三种根性，第一个是信真上，第二个法真上，第三个是悲真上。那也可以说偏重的第一类叫重信愿，第二个重智慧，第三类呢是重慈悲，啊，悲智双运，啊，那这三类呢，我们如果大概给他，看他的内容呢，重信愿，啊，这个信愿，那这个信愿呢，他主要的法门是什么呢？像忏悔法门跟净土法门，这是重信愿的。第二个重慈悲，重智慧的呢？重智慧呢？它是般若法门跟文殊师利法门。第三类呢？它是重慈悲。刚才提到说菩萨但从大悲身，啊，慈悲呢是不共于二圣的特点。
这一类的根性呢，愿生人间，愿生秽土。注意了，这大圣行者呢，他不一定是求生净土，但也可以求生净土。也就是说，重智慧的呢，他是修难行道，信愿的呢，他可以修方便道，所以大圣呢也有两道，一道呢是难行道，第二道呢是易行道。好，重智慧的是般若法门跟文殊师利法门，重信愿的是忏悔法门跟净土法门，重慈悲的愿生人间，愿生秽土，直观无生，不证涅槃。他广行六度四摄万恨，这个是重慈悲的。这三类的大圣的修行者呢，大圣佛教的修行者，我们可以跟阿含经部派佛教的根性做搭配。这个搭配呢，有一个重要意义，也就是说，这三类根性有两类的根性，其实从阿含经部派，其实它都是有的，再加上大圣独有、特有的悲增上，那就是大圣修行者的三种根性。那这边的内容，也很有意思。我们看，在阿含经以来，佛弟子呢有两类的根性，一个是顿根，一个是立根。顿根会前的叫做什么呢？信行人。立根生慧的呢叫做法行人。信行人跟法行人是在阿含经里面有这样的归类。从阿含经进入到部派佛教，它的名称不同，内容相近。顿根的叫做什么呢？如果以见到位叫做随性行，立根的叫做随法行。在部派佛教俱舍论里面讲到的修道次第，无漏道有三道：见道、修道、无学道。见到位顿根的叫随性行，立根的叫随法行，修道位顿根的叫信圣解，立根的叫见智，无学道顿根的叫待时解脱，立根的叫做不待时解脱。那顿根的它跟信有关，他的信仰力很强，师长跟他讲某一个法，他就信受去实践去修行，这是信行者的特性。法行者呢，他的特性呢，他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子修行，他听了以后分别之后，他才会去实践。那法行人呢，他会去对法去分辨，打破砂锅问到底，之后呢还问砂锅在哪里，这是法行人。信行人呢是师长说了之后呢，他就信受奉行，有这两种根性。好，见道、修道、无学道，待时解脱。待时解脱是顿根啊，待时等待时节因缘，好的老师、好的师友、饮食、医药、卧具都要好，他才能解脱。这是顿根的。不待时解脱呢？他不待时节因缘，他不需要好的老师，不需要好的同学，不需要好的饮食、医药、卧具等等，可能他的 DNA 里面跟一种昆虫很相近，哪一类？哪一种？这样的根性呢，它是
坚强的。那这样的一个根性呢，不待时解脱跟待时解脱，这个待时解脱不待时解脱在部派呢，它也分成六个根性，就是退思复安堪部啊，退法、思法、复法、安住法、堪达法跟不动法的六种根性。那其实应该是这么说，你看哈，我们根性有钝根跟立根，简单的就是随性、性行人跟法行人，扩大的说就是六种。啊，刚才所讲的退思复安堪部，其实呢不是阿罗汉有六种哦，凡夫其实开始就有六种。啊，那我们注意到第一种跟最后一种就好了，最后一种就是啊。不动，最立根的，啊，不动，它不会被任何的啊这一些逆境所动，勇往直前修学佛法。那第一种叫做什么呢？退法，啊，退法呢是好的环境它也退心，不好的环境它也退心。总而言之呢，它常常怎么样呢？退心，好的饮食它也退心，不好的饮食也退心，好的因缘也退心，不好的因缘也退心，它的那个根性是很钝根的。好，这样的根基呢，一直到大圣兴起，也有两类是一样的，相近的。随性行呢，就是这边的性真上，重性愿的。那法真上就是重智慧，从随法行而来。那大圣的这两种根性呢，我们说重性愿的，性强的。信什么呢？十方佛跟净土，而有刚才提到的忏悔法门跟什么呢？净土法门。所以这里呢，这个是易行道。第二个呢，根性它是重智慧的，重于一切法本不生，能够观一切法本空，一切法本净，一切法本来即净的这样的。深入体悟，那直入无生极境的这样的一个观法呢，比如般若法门、文殊师利法门，它能够直观涅槃，二谛并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样的一个一切法本空，色也是空，涅槃也是空，一切法性空，这样的甚深观法的根性是什么呢？是重智慧的根性，有钝根，有立根，有钝根的信行人，有钝根的部派佛教的随信行见智待时解脱，有大圣兴起钝根的法真信真上的重信愿的，还有立根的。法行人随法行，法真上，这个智慧真上的，还有一类，就是这边信愿慈悲智慧的什么呢？悲真上的。好，我们看悲真上，悲真上呢是大圣菩萨的根性的独有、特有啊，所以，我们如果在修学大圣佛法，你没有大悲心哈。没有这个独有，没有这个特有呢，你就不能称作是，这个大圣的修行者。大圣是行菩萨道而成佛。释迦牟尼佛在菩萨的时候呢，他愿在哪里成佛？他愿在秽土成佛。我们在那个四大菩萨也有一个愿在秽土成佛的是哪一位？弥勒菩萨是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位，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所以他一定要在哪里度化众生？净土还是秽土？秽土，而且他要把秽土里面的地狱的众生全部度尽，这个就是。
广大的菩萨行。这个广大的菩萨行呢，是要透过实践的。曾经有人修地藏法门，什么是地藏法门？去度化苦难的众生。什么是观音法门？寻声救苦。曾经有人修地藏法门，他每天都要诵地藏经。那修观音法门，他一定要诵什么呢？普门品。哎呦，你们都知道。他一天要诵五部、十部。你如果他在诵经的时候，你吵到他，他叫你说不要吵，我还在诵经，我还没诵完呢。这个是不是地藏法门跟观音法门呢？应该你在诵普门品的时候，众生有苦求助于你，你应该要诵普门品，还是去解决他的问题呢？应该是寻声救苦嘛。所以这个法门呢，应该说它是透过实践而来，才能呈现出菩萨的伟大。当然我不是叫你们不要诵经了，要去实践，诵经也要。好，这个悲真上呢，他愿在秽土成佛，利益无量的众生。他也受到佛菩萨无边的赞叹。这个众悲的修行者在大乘佛教出现了，这样的修行者，众悲的愿生人间，愿生秽土，他的念念都为众生发心。那在无量劫当中呢，去广利众生，而且他能够怎么样呢？不正实际，不正实际，那个实际呢，就是涅槃的意思了。他能够不正涅槃，他能够不正涅槃呢，应该说他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慈悲，我要利益无量的众生，就像地藏菩萨一样，他的那个悲愿，所以他不愿意证道，先证涅槃，不受后有。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他修这个般若波罗蜜，或是说修空啊。那我们刚才提到说，无所得的性空慧，无所得的性空慧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们心经说，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他有般若的性空正见。第二个呢，他修空。这个空呢，在佛典里面提到说，世尊于习，就是过去修习菩萨行位的时候，多修空住，故能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不证涅槃呢，因为慈悲的关系，因为般若波罗蜜的关系，因为修空的关系，它有很多的因素。那这个是悲真上。那我们再看这个悲真上呢，它是大圣特有，但是他这边也提到，我们这边叫初期大圣佛教，但初期大圣的一般倾向，重于理想的十方净土，重于体悟。十方净土是性真上，重于体悟是什么呢？法真上。刚才提到的悲真上加起来就三种。好，这里是悲真上。悲真上的菩萨呢，得不到充分的开展，多表现于大菩萨的慈悲救济。这个慈悲呢，利益众生呢，其实是要我们去实践的。为什么要去实践？因为慈悲智慧的圆满，才能够成就无上佛道。我们好像很希望成就无上佛道，但是呢，又没有去修菩萨行，所以我们的大圣行常常是说在空中，行在有中，那这个是我们特别要去注意的。刚才提到说悲真上，
它是菩萨行的一个重点。我们说悲智双运，悲智双运这两个呢，缺一不可。它譬如说车之两轴，鸟之两翼，它必须要有两个翅膀才能有所至。有所至呢，就是去到你要的地方。你要有两个翅膀啊，如果你只有慈悲没有智慧，不行。有智慧没有慈悲也不行，就是一个翅膀不能有所至。慈悲跟智慧是要让我们有所至到哪里呢？有所至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佛道。所以这个悲真上它是相当重要。那我们这边讲到了三种根性哦，信愿、信愿、智慧，还有什么呢？慈悲，这三种。那我们把它归结一下，归结呢，我们对佛永恒的怀念呢，这个三类菩萨行呢，都跟对佛永恒的怀念呢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这三类呢，他的菩萨行跟释迦牟尼佛他的菩萨行，我们产生永恒的怀念。比如说第一种众信行的菩萨，众信行的菩萨，我们说他于十方前忏悔发愿往生净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发愿往生他方净土呢？他跟什么？他跟对佛永恒怀念有关系。第二个呢，众悲愿行的菩萨，愿在生死当中悲济众生。还有大菩萨呢，示现这些利益众生的慈悲行。为什么我们愿在生死当中呢，也愿意去利益众生？跟什么有关？跟我们对佛永恒的怀念也有关。我们知道说佛呢就是一个菩萨行者，好，我们也悲愿利益众生。那典范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然后呢第三类的众慧行的菩萨呢，直接体悟一切法不生，也与此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也跟对佛永恒的怀念。佛呢其实也是如此的，也是修这样的深观般若，也是这样的广行菩萨道。深观偏重在智慧，广行偏重在悲愿。好，所以初期大乘佛教的这个大乘佛教的起源，它的升起，它的兴起，它跟我们对佛涅槃以后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呢，它是有关的由于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发展为大乘佛法，从佛法而发展到大乘佛法。这个佛法呢也可以说是声闻佛法，二圣的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就是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我们怀念佛的大悲大智大愿大行，我们见贤思齐，跟佛一样如是的修菩萨行。所以大乘佛教呢就兴起升起。除了这一些刚才提到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再看还有哪一些是它的间接因素呢？大乘佛教的形成呢，比如说它的复兴运动，它源于什么呢？它源于部派佛教嘛，那部派佛教它有一个特色，各部派于释迦佛所说的教法跟义理呢，它做固定化、专门化的解释。也就是说，
他把佛的教说呢归类了、限制了。好，因为我们说第一起佛教重断烦恼修行，第二起佛教呢部派佛教重理论的分析。那他把佛说的法呢做归类，自视的归类。好，所以呢这样的归类呢跟佛的这样的原来的思想呢是不一样的。为了打破佛学义理的固定化，教团戒律的形式化，掀起了复兴运动。那我们如果从部派来看呢，他这边提到说大众部分出的一说部呢，他的义理是说明什么呢？宇宙万有呢皆是假名，无体可得。那性空为名系的它的内容呢，其实呢它跟大众部的这一部呢是很相近的。所以一说部的宇宙万有唯有假名，无体可得的这样的空性思想，形成了大善的中观学派。那第二个呢，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上座部分出的精量部，它发展出种子的学说，作为这样的一个生死流转的主体，形成了大圣的瑜伽行派。中观跟唯识呢，在部派佛教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起源。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是大众部自由学派的出家众，另外一部分呢是有大圣思想的在家众。那这个在家众跟出家众呢，在导师呢他也提到说，大圣佛法的菩萨行的开展呢，从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从声闻的出家众，声闻的出家众，从声闻到大圣嘛。那这些声闻呢，起初是什么呢？外现声闻身，内密菩萨行，就是你看起来它是什么，像什么呢？像声闻，但是它做的是什么呢？它是菩萨行哦，但是看起来是什么呢？是声闻。那这是好啊，这是好现象还是不好现象？好现象哦，颠倒过来就不好了哦。颠倒过来是什么呢？外现菩萨身，内密什么呢？声闻行。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哦，看起来我们都说我们是在修菩萨啊，这个菩萨行，外相是这样的，其实你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声闻行，自利为主，常常是有这样的现象哦，常常哦，你应该是看起来像声闻，但是你做的是菩萨行，人家就会给你按赞。但是你不要讲说你看哦，我是菩萨哦，但是做出来却是什么呢？却是声闻行。好，这个是菩萨行呢，从两方面开展。第一个从声闻出家众，外现声闻身，内密菩萨行。第二个从在家众，其实在家众也不容易。在家众有一类的出家众呢，他除了修行五法持五戒以外，他还修什么呢？六念四无量，这些也是大圣法重要的内容。那在家众修大圣法有哪些呢？比如说维摩诘居士、善财童子、常提菩萨啊，那这些呢都是从在家众的立场努力修大圣法的一个例子。好，这一些都是大圣佛教形成的因素。那我们在刚才呢，从阿含经、部派，还有大圣，大圣呢又有初期大圣、后期大圣跟这个秘密大圣，我们如何去这个抉择呢？我们如何去抉择这个佛陀说法的一个本怀呢？
好，他说如何的去复兴佛教，忏佛本怀，佛说法的本怀，我在想，他应该不是自利为主的解脱道，他应该是什么呢？他应该是修行利他的菩萨道。那这里我们前面呢有提到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那这里他就归结了我们如何复兴佛教，忏佛本怀。导师说立本于根本佛教，即初期佛教的淳朴，初期啊，这个期大家修改一下啊。那这个淳朴呢，我们有提到说原始佛教呢是淳朴的，部派佛教是多元的，大乘佛教呢它是深广的。那弘扬阐扬中期佛教的行解实践跟理解，初期佛教呢，初期大乘佛教，初期大乘的这一期佛教呢，一切法性空的这个自性空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摄取后期佛教的确当者，那后期佛教呢，这个后期大乘虚妄为识跟真常为心，摄取它的跟早期佛法呢相应的这些正见的佛法，那如此呢就可以复兴佛教，忏佛本怀。那如果说从佛教史的分歧跟归类当中，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呢有它的特色，那大乘佛教初期跟后期的三系呢也各有它的特色。那早期佛法呢它是淳朴的，它以断烦恼证解脱为主，它没有含摄一些这个外道的犯我的思想。那后期呢慢慢就跟犯我思想呢有一些呢有夹杂，所以呢后期佛教我们要摄取后期佛教的确当者，就是要把有夹杂一些或许是比较跟外道结合的部分呢我们要减择。那在大乘佛法从我们今天所讲的初期大乘到这个后期大乘，那初期大乘呢性空为名，中观呢主要是龙树菩萨跟提婆论师这两位为代表，那唯识呢就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那衍生出两大系或是三大系。那我们后面呢从初期大乘佛教之后呢，那我们会再跟大家讲解一个主题叫做大乘三系的内容。那大乘三系呢可以说是总括大乘佛法的修法的观法，那它有不同的特色，那摄化不同的众生。那如果我们能够对大乘三系呢有一个理解，那也比较能够完整的去理解大乘佛法。所以我们在课本呢的初期大乘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再多加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刚才提到的大乘三系。
那这个大圣三系呢，这边约略的有提到太虚大师的三系，还有导师的三系。那详细的内容呢，我们就下次跟大家详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众生与我等，众生与我等，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非常感谢大家。